个球的失误 我印象很深刻、啊、这是二号球没打进，哇怎么这样失误、哇 lucky ball， 但是他这个球有可能是真的要跳这样，哎呦他只是试试看、哎、哇张文邦闷了一号球虽然在洞口去的、哦、这个应该是难度不高这应该难度不高不会吧、哎呦吓一跳张文邦也拍拍自己的胸口他是摸肚子没有摸胸口 Holy God 仔好李家仔是没错没错、欸、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呢对这一球也解带进吗接到哇看赵峰邦都是上千人哇他是怎么回事啊赵峰邦他这个球很好打他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球打进去就停牌了这个五号球做到自掉然后这九号球这失误太多了吧哇张龙林也没进张龙林也没打进张龙林哇这哇放了一个非常好的呛死中带这球解到是没有问题了就看他自己要解这球一定要抓解到做防守好球好球这球也解得很好、哦、因为这个球没办法用力打所以你一定要点要解好拼也是有道理他已经听牌了、啊、对, 对, 对因为防守也不好防了这一局真的他已经听牌了啊现在其实以前我觉得他糊了现在我觉得不知道哪一颗球会出问题我是跟你讲真的要看七座八了好七座八你看这个母球还跳起来哦 这个大概胡九成了啦现在是真的胡九成了八号球你也要注意啊、哦、那这个好哦邪神也肯定我们的球王赵峰邦他证明他可以然后这场比赛呢赵峰邦7-7但因为赵峰邦呢是这个抢七局的、哦、对所以由赵峰邦抢到了最后一张八强门票